同胞，去哪儿啊？我送你。不了，我打出租。出租啊？那你可得想好了，从机场到市区这条主干道堵也得把你堵死。坐我的车吧，保证50分钟内让你到达市区的任何地方。50分钟？你确定？嗯，你赶时间啊？这样吧，看在我们是同胞的份上，一口价100美金。100美金？时间就是金钱，超时的话我倒赔你100。车在哪？先付定金。全款，带路吧。大方，跟我走吧。前面好像有人，好像不太对劲。他们只要遇见你就没好事。走。这你脏！你脏！值班医生，谁是值班医生？立刻安排 CT， 后脑打击伤，排除颅内出血的可能。我喜欢他。糟了，他凝血功能差，一流血就止不住。再高一点。好了。你怎么买这么大额的意外保险？受益人怎么还写你妈的名字？人有旦夕祸福嘛。桂枝，救救他。怎么了？患者头疼，伴有喷血性呕吐，走路不稳。范平凡，你先带他去做个头部 CT。 我好像夹到了什么东西啊。别动，是囊虫。方医生，你手千万稳住了，囊虫壁和基底动脉粘连，大出血的话撒光会没命的。将军，你为什么执意认为自己生病了？如果你不帮我找出我脑子里的问题，我就烧了他。我早说过，他做不了脑干手术。各位医生，非要拿将军的生命冒险。徐爱在叫。你想不想吃？和你们多实验室。你是要带我去见马塔博士啊？不只是见见，我是问你想不想进荷里蒙多实验室工作。没问题。顾医生，正好要去找你，这是我的辞职信，虽然是一份临时的工作，但我觉得还是要正式一点。感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，也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找到合格的翻译。